我们可以组一个那个什么，就是环保小尖兵日，大家就在做环保。可以啊，就是今天晚上应该没有啦，因为今天晚上有很多人要出国嘛。哎、欸、啊，可能半夜吧，可以找一大堆人来这边翻，画面一定很好笑。不会好笑，就是很人家那种社区清洁有没有？一大堆人扫街啊。哎、欸，我真的想要菜篮啊！真的这 样，哦，我想要购物车，我觉得很可爱啊，因为其实我们有这个啊，啊，现在这边拿出来有点怪怪的，不过我们确实有这个。哦，有这个可以用，啊，但是听说，这个就是因为院长那时候腿受伤啊，引进来的。还听说院长有坐过轮椅去环岛，他跟我讲的。有啊，6个小时哎、欸，好猛哦！阿公说他是第一个坐轮椅环岛的人。他真的是第一个啊，没人敢挑战，因为轮椅速度太慢了，你跑山，哎、欸、啊，我的车怎么好像坏掉了？真的吗？我的车坏了，应该也上不来了。咦、欸，啊，那你帮我动一下，好好，谢你。你试试看，你试试看。他是不是那个链子掉了？我帮你看。你帮我骑远一点看看，为什么？他是只给女生骑哦？没有，不是。哎、欸，他不给我骑哎、欸，还是你要等我一下，我去睡一下。好好好。啊，我知道原因了啦，因为其实轮椅有点恐怖，因为它上面可能有一些鬼魂，然后会害我不能跟很多东西互动，就可能真的我也啊、不能坐这个椅子啊，或是我的手指不出来啊，或是我包包打不开啊那种的，哦？怎么办？要拜拜吗？对，没有不用拜拜啊，所以我要睡觉哦，好好好。啊，好，你等我。这比较麻烦，就是我连 ESC 都不能按啊，麻烦是这个。我大概开到4点半以前吧，就要走了，走了，我就要出门，来吃广告哦。啊，那个杰医师早上就突然在问说你怎么用，就教他怎么用才认识的，不然其实我其实很难认识到新人啊。对吧？你们都懂我的话，会知道其实，哎、欸，没有你们想象那么容易。那么会去认识到新人、陌生人，一个很害羞的人，这个是真的。购物车应该也不会啦，会像那个谁吗？那什么，轮椅一样危险，像我刚刚踢到一下而已，就坏了。哟，阿妞，
去看看，哎，你去看看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啊，像你下次有遇到这种事情，就只能不要了啦。真的。啊，你全身穿白色就是打算做医护哦，原本。原本，可是本来我就比较喜欢白色啦，其实。哦哦哦哦，可以啊，去扮女鬼啊。说啥呢？可以啦。那隔壁是商店街吗？我不知道哎，那边是有卖什么冰样的？淇淋。真的吗？对啊，虽然不能吃。六个宝特瓶，等下带你看看啊。原本也是因为就捡垃圾，看看里面商店街有没有垃圾桶，结果很少，真的哦，咋垃圾桶超少。啊，我们左边那边那个大停车场里面有很多垃圾桶。真的哦，啊，可是你因怎为么都知道？我们就昨天搬垃圾才能好好这个城市啊，不然平时谁会去隔壁停车场？你要去看看吗？啊，到了，完蛋了。好啊，哦哟，你要小心一点。好啊，走啊，进去啊。你脚踏车是不是没气呀？没气吗？妈，你有没有觉得骑起来怪怪的？还是没有？没有啊，这很正常啊，一样难气呀。啊，听说以前的自动贩卖机会吃钱，对，一次吃1000块。哦，你有过是不是？医院的那个什么院长他们讲，哦，安安哦，我刚刚去会说有那个黑猫。啊，因为我昨天有东西，黑猫没有给我，啊，就是我昨天睡死了，没有接到电话，也没有收到包裹，那想说刚刚东西会不会也是？在干嘛？在干嘛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人叫我打电话给他，我等一下。好好好，你先忙，你先忙。哎呀，想一下，我以前超爱玩这个的啊，忘记怎么跳了。看到有我白痴耍宝，看一个头流血流成这样的孩子在摔来摔去，记得是这个，然后加 Q 往前，感谢八趟好嘞。妞，
公他很生气我捡垃圾。什么东西？阿公刚刚传简讯给我，打电话给他，他说我捡垃圾，他很生气。他说全镇的垃圾都是他的，有我没不有？知我就道跟吗？你讲，你为什么讲出去啊？你就说我什么都没收到。然后他现在，我跟他说我骑脚踏车在环岛，然后他就说你一个人吗？我说我一个人。他说叫我发 GPS 给他。完蛋了，赶快回车库，赶快回车库。先回车库。啊，好，知道在哪哦？阿公好生气哎、欸，阿公真哦！的很在乎你，我第一次看到哎、欸。天哪、啊，阿公人也变了哎、欸。赶快回去车库哦！走。啊，你前面直走右转就到了啊！我先绕路，不然会被怀疑。哎、欸，阿公人变了哎、欸，那个一直坑我钱的阿公，你变太善良了吧？他是不是有占有欲啊？不会啦，我都已经串好，哪有同时那种的？当然是要捡垃圾啊！超丑哎、欸！以前有看玩 GT 的会知道啊，我以前还蛮会就是爬墙的，更强。现在不会了。小米手环，绿色是血量，橘色是饥饿，蓝色是口渴啊。另外四个嘞，哦，黄色的是体力啊，体力上面是护甲值。然后右下是音量大小，啊，右上我就不知道是什么。诶、欸，阿妞，那是我的车吧？强制破坏，这不是我的车，妞。对啊，那不是我的车，为什么可以上锁？咦？见鬼了！那这样子，我的车。这才是我的车，然后他说要解锁，他说什么？尝试破坏路线，搜寻钥匙，搞毛？先破坏或搜寻钥匙，这是我的车吧？咦？看看啊，那一定要存车了啊！上车辆，那我的脚踏车是存进去？没有啊，哎、欸，院长，哪一台是你的车啊？我家这台吧。哎、欸，奇怪。啊，这台我的车怎么叫我破坏它或找钥匙啊？你是不是有上过其他的车？哦，有脚踏车。那就是这个原因。哦，所以很正常吗？对。好好好。DVD。慢走，哎、欸，有没有什么事可以做啊？无聊。没找到，多找几次，多找几次。好。没有啊，我是不敢乱出去啦。哎、欸，现在有声音吗？我现在不敢乱出去啦，怕去狩猎还是怎样，海啸走。
我不知道，我现在没事做哎。走啊，找垃圾桶啊。现在车库好像有蛮多人的哎。那我们去车库看看啊。好啊，玩这个开车。看这个跟解锁金库一样久哎。哦耶！哎，我有六，有又剩36。哦，啊，我刚刚那次海啸对不对？啊，糟糕！刚刚那次海啸，所以油量又没了。鱼 bug 吗？没有哎、欸，他刚刚就是说，等下我有来，来有人敲我。就是我换座，换驾驶座，可以要求成，报哎、欸，只是这耗油真的太恐怖了吧？不用回，我已经回报了啦，是为了我的性命着想，下次执行那个执勤性命着想，我先加油再回去。钱啊钱，钱没了。好啦，等下就回去存，存了之后我们就香妹喽。啊？哦，100了，够，够。就只能真的是，我觉得还好啦，就是你救一次人是1200嘛，1200的话，你加一次油这样来临的话，就是算那个嘛，你的油量就是那个医疗包救起来的钱，跟那个病人收钱，就等于是油是病人出。三换来出，然后其他的钱再算自己，还 OK 啊？会不会救一趟花的钱比救人还要多？会哦，搞不好还用到修车包，有的没的嘞。那修车包一个要6000块耶，而不是以前的那一种，那叫啥？以前多少啊？以前5包1800、1500的年代已经没有了，那就是一个6000的年代。bug 车，我还跑去加他油，国赔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打开。哇！我花钱去加一台外星车干嘛？那台是外星车啦，然后我加帮他加油，哦，我的妈！哎，好亏哦！好啦，先关闭引擎了。啊，算了啦，脚踏车先啊。开救护车就好。拍谁？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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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车失灵。
心好累哦。放车辆。我连脚踏车也是幽灵呐、会吧？看看，等下再回报。哦不，这个海啸好恐怖啊！哎、欸，就不要说我外星车加油了之后，结果我存在车库里面的车也没有油。人呢？是吧？你讲电话也要讲话，你知道不？停放车辆。嘿。我有点不敢面对耶。啊、OK 因为这样才合理。特内内，你要讲什么明白啊？饶恕我吧。没关系啦，现在你想明白一点了。哎，记得。哎，还赔钱啊！你要油钱啊！这边在你补油钱呢、啊。怎样？我的脚踏车跟我的救护车都是外星车哎、欸。因为你刚海啸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可以帮我解决。啊，你的救护车在哪？在救护医护局。啊，你现在领车有新的车吗？有啊，他就是说都在车库里面啊。哦、就复制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处理一下吧。这一台吗？对，这一台。啊，救护的话我回去。啊，好，我等一下去找你。我一开始以为是那个海啸啊，还有那时候想说海啸好开心哦，可是你碰到海啸，你真的是好烦躁。哎，我现在那个钻石有10000多，哎，12000多，但完全没有想抽的欲望，整个就是没有出海啸的，就没有动头。已经没有上了，可是我前阵子看你还有上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对，那一台，对这一台，哎、欸、那个发话显示正常的，我有跟你讲吗？发话显示，就是你现在是拉全满的吗？对啊，它全满现在是大喊，哦，所以你可以调回去2/3了，哦好。找到可以弄20个垃圾桶的地方了。什么东西？20个垃圾桶在哪里啊？在同一区，拜金喵喵那边有个住宅区啊，都3个2个在一起。拜金喵喵那里哦。对啊，啊左下角。哦，那边我知道，好，等下过去。然后骑回来又都是下坡。我刚刚花了1300多块，1400多块钱，去帮外星车加油。你是疯了吗？我怎么知道那台是外星车？然后存进来的时候发现说它已经存好了。我都先存一轮，然后它只要有存好，就去车库先开开看。我怎么会知道？海啸是生死格斗的一个女角，就沙滩排球啊，那个侧马尾的那个啊，对呢。哎。等下4点前要出门哦，4点前要出门。
要赶快回来啊。好啊，拜拜。好，你要顾小孩，小孩哭的话，找不到人的话，冲下去顾他。啊，麻烦。好了，我觉得头差不多好了啦，一直戴着这个很吓人欸。然后换回原本。跟谁玩哦？跟很多人啊，讲了你们表啊。没有，那个已经干掉了，也都干掉了，要换纱布了。它原本是白色，我是里面搭一个头套才变这样子。那个白色部分是面具，然后红色部分是扁帽。所以才能搭出这种感觉啊！这下在这里，然后跟鬼岛市民，对啊，有我啊，是我很多没有见过面的，我怕也不敢讲话还是什么。刚在他的聊天室打刚刚好，还笑、啊。被带去收。啊、不对，要去拜金喵喵玩。哎、欸，啊、你怎么没骑阿车？我的车子卡在墙边坏掉，扶不起来了。啊？叫上帝啊！他在那边、欸。啊！我就跑去脱掉床领吧。哦，好吧，拜拜。这里是。办公室社区，分析。哇，回收车哎，应该开那辆来回收的。去抢一台回收车，拿来用。安。哦，为啥要捡垃圾？垃圾可以翻到保特瓶啊，跟食物还有水啊。保特瓶可以卖钱啊，食物跟水可以吃可以喝啊。将该要解决到你问题吧。欸，打雷，那台北会下雨的。看那台，台会飞的车，看到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好、啊、完了，
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帮我下来，帮我下来，停下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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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型垃圾桶会给比较好吗？很随机欸，是你六个宝特瓶大小都会给啊。等一下，这边是一排的垃圾桶欸。哇塞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欸，八个欸。欸，好像环一圈的欸。啊哈哈哈哈！被我找到好东西啦！就这里，就这里了。干，医护前面那区是我的了。我要跟他们说。对啊，这边是宝地耶。哎，好爽哦！跟他讲一下。发现宝地。对啊，这是医护的地，跟他们讲一下。好爽哦！对啊，就捞建筑物啊，一直收一直爽欸。对，阿公就很恐怖啊！可是就是有他这个人在，这个伺服器就不会无聊。有免费的脚踏车吗？我有看错吗？我干嘛还要买脚踏车？我的妈呀！哦，这边不只有垃圾桶，有脚踏车欸，我的妈，几个人啊？可以不用下车捡垃圾，我知道，但是我很怕我这样一路向北啊，而且你下车才比较像有 RP 的感觉。哦，对不起啊，这脚踏车好像不能骑。欸，好多哦，这样绕一圈应该就可以捡一轮了吧？啊，对面还有，哇哇，宝地耶，跟小猫说。小猫，前地，垃圾桶。哦，原来阿公知道这里了啦，可恶！到了，不用理他，照样收。他讲一下，不对，不行，
我 RP 内不知道这件事情，等带路。哒哒。哎、欸，不过真的很爽哎、欸，敲我、啊。早安。哒哒。好啦，这边阿公到了，但是疲劳。给、欸、你安安，垃圾场捡就好啦，这边捡就好啦，我想去垃圾场。还是说垃圾场那边可以无限捡？拿弓喊。还是他是说前面那一条啊？哦，其实是前面斜坡那一条，啊，那一条是阿公的。好啊，那这一圈是我们的。然后整天又看到一群人在医护前面这一群这栋大楼又在捡东西，别栋会不会也有？会吧。可是就这一栋，这一栋很密啊。你看，剪完之后来这边，对啊。哎，不对啊，这边有两个垃圾桶，照理说应该会有人看到这里啊，对吧？没关系，剪。我要敲孤轮的，完了，感觉这个就是李世民发生的啊，就是他就是这样子下车捡，然后车卡在垃圾桶里。还是乖乖下车捡吧。那台车还在飞呀、啊！来来来，我们好啦，还是下去下去捡一下自己一份好了。哎、欸，至少。你看捡垃圾这个环节比那个比总比我 一直在医护发呆好吧，对不对？这样至少有事做还可以聊天，而且这个事情又不会很伤脑，不会说会做到分心，那你就只要下车捡一捡，上车把你身上保乐瓶又交出来，我看我几个哦，得到吗？没有诶、欸、被显示诶、欸、有190个。好，我要当宝特瓶王。不是啊，重点是我为什么要骑脚踏车代步？是因为我现在是伤患啊，所以这样轻轻踩、轻轻踩，其实不会说太费力啊。翻过了，其实这样跑一轮也差不多。这样如果翻的话，翻过了。我声音很小吗？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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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欸！他敲我了。阿公现在心情很低落啊。好哦。东边骑马，二十个乐死头吧。来不及捡欸，你不是看我说差不多康复了啊，然后差不多这种东西都是台湾人自己帮自己诊断，可以不用看医生，台湾人就是这么厉害，可以不用看医生帮自己看病，超厉害。就常常可能你医生说从三天后复诊啊，你就觉得你感冒差不多就不用回诊了，对不对？来说，你们好。我觉得我真的是麦克风问题啊，我讲话真的常常很大声，但是你们听起来就是小小声。就是这个耳机跟我的电脑主机相冲，懂吗？而且我这个耳机真的找不到可以调音量的啊，它只能透过它上面的按键调大小声，而不能透过那个什么工作管理员那边调大小声。
垃圾桶冷却时间多长？感觉估计五分钟欸，因为我这样绕一圈应该还没五分钟啊。对啊，欸，所以我后置的时候，你知道怎么后置吗？我其实后置的时候声音也是很小声。啊，除了那些爆麦，爆麦有时候就是把自己音量再往下调，我就是调到最高，但是声音还不够大声。我是拉了两个同样的音轨，把同样的音轨叠在一起，我声音就变双倍。我是这样子调大声的，你看我声音小到要调两倍。欸，可以了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很对不起。我有时候播广告我都会先讲，可是我发现有时候我讲的瞬间广告就跑出来了，所以我可能就是播广告前就是先跟各位讲一下，准备要播了啊，你们就是把音量啊那些调低，所以很抱歉啊。我会常听别人的台，听到一进去一个广告，我也是拉到紧绷。然后就是突然一个嘣一下，整个吓到。啊，既然这样子，我要播广告喽！我要播广告喽！等到这个垃圾桶搬完，我就播下去喽。应该延迟够吧？不然下一个垃圾桶，我准备剪的时候就播了。好，准备喽！该调小的调小声哦。该静音的静音哦，好播。感谢 follow。 欸，也许真的用走的，欸，有人下来了，用走的好像可以刚好一波，欸，啊，就只是你还是要等它 CD 结束啊，对不对？还是要等它 CD 结束，搞不好用走的，用跑起来的还比较好。点多少要拿去卖，我不知道。